听说过山东人的好客，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好客，给你一种家的感觉。文化博大精深，比较豪爽吧。找男朋友也可以找山东的，长得又高又帅。之前来过一次济南，觉得挺好的，然后又来了。景区就也很干净，然后水质也很清，氛围也好。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，很建议大家去爬一爬泰山，然后强身健体。谢谢，多少钱啊？不用，我还是给您钱吧，多少钱？不用了，真的吗？谢谢。那个，我是外地过来玩的，然后我不知道这边有什么比较好吃的，我之前做了几个攻略，你看这都可以吗？那边还有一家火锅店很好吃，然后还有章鱼小丸子也很好吃。我带你去吧，要不？太麻烦你了吧？没事，正好我也要过去啊。啊，真的吗？啊，对，我也要过去。那不好意思了，怪麻烦你的。好嘞，谢谢啊。没关系。哎，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个手机没电了，您这儿有移动电源，我想借一下。充不了充吧？啊，充不了。不好吧？谢谢。